2019富邦人寿勇士戏剧冠军杯桃竹苗区唯一一张全国门票今日出炉，冠军战由裕达休馆强碰上届全国亚军的联合机械，联合一路握有领先优势，下半场裕达急起直追，最后十秒联合三分领先，球权由裕达掌握。裕达康裕俊的强心脏一记压哨三分弹，将比赛扳进延长赛。延长赛联合蔡承恩跳出一助八分，外带两颗三分球，最终以91-84气走裕达，联合机械三度称霸桃竹苗区。加油！一开始因为都是一些新生学弟啊，所以压力很大，但现在就是没有遗憾。是来打富邦，我看到他们都每个都很进步很多，真的希望这一年可以再挑战冠军一次。像我们今天打裕达科大也是防守长上快攻才有机会赢球，对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，就是我没有放弃，就觉得我自己有坚持下来，然后我觉得我今年表现的还可以啊。这个比赛都是由富邦赞助，所以而且又有这么好的场地，我也很谢富邦。上届未能闯进分区决赛的裕达休馆，今年强势回归，进军全国仅差一步。带领裕达挺进延长赛的康裕俊，冠军赛更拿下29分，誓言明年继续挑战。我很怪自己，其实在第二节的时候我自己就示范了。今年我们一直决定要复仇，就还是回天乏术啊。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再挑战一次。联合3连霸！SSU 特派员温以晴新竹报道。